1月24号备受瞩目的湖南卫视文化中国四海同春2017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也是在紧张地进行录制工作，而我们在后台也是捕捉到了优雅的费玉清老师，因为这次是和 Zero G 的一群活泼的男孩子合作，不知道我们的费老师有没有感觉到压力呢？本来我也安排了很多动作跟他们一样，结果好像都给忘光了这是我不讲大概也没发觉的，但是其实是我发现这个舞蹈还是很重要的，之前没机会跟他们多讨教。当问起会不会考虑来参加歌手时，小哥也很耿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有邀请的话当然感到非常的开心的荣幸，说到这个音乐唱这么多年我倒是有一个心情就是各种歌曲音乐的挑战我都越乐意尝试就是说自己心里还有很多话很想对乐迷说。想看到更多精彩，记得锁定1月30号大年初三晚8点的华人春晚了。芒果捞新闻，网上看华人春晚就在芒果 TV， 报道。